为烈士，为烈士，举起反抗的火把，举起反抗的火把。陈志雄，陈志雄，张炳新，张炳新，郑金河，郑金河，陈良，陈良，谢东荣，谢东荣，詹天增先生，詹天增先生。台湾开始戒严，1950年的时候，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每一年，联合国9月开会的时候，就是要重复的提一个案子，也就叫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籍案》。当时的年轻人思考的是，如何让我们的国家留在联合国，如何让我们的国家留在联合国。有一个年轻人，有一群年轻人，他们开读书会，他们讨论绒毛不抬脚，因为在当时险峻的国际情势之下，留在联合国才能够确保台湾主权独立。不管我们的国家是个独裁的统治，不管我们国家有着全世界最邪恶的戒严统治。白色恐怖统治下的政治良心犯，当作一本罪，一向的异化，那声音跟这个，要和台湾人来讲是罪的，怎么啊？天津毛主席，天津啊，阿良，毕宁啊。我来认真，初阳，我永远就会。今仔日真欢喜，伫个伊就位将近50年啊，咱会当伫这个伫广播全世界各地后生来举办纪念面的这个活动，希望台湾的子弟子孙，大家拢忘袂记因对台湾人的贡献。因为因辛苦顶头劳作的血，是影响阮今日自由民主的养分，多谢。快鞠躬！三鞠躬！张炳新，张炳新，郑金河，郑金河，陈良，陈良，谢东荣。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，为了人民的意志，为了进步的明日，就让那反叛的热血充满你心我的同志。我们心向那远方，远方的歌声那么
的荣耀，我们的明天。加入人民的圣战，点燃对人类的信仰。若我死去，你将继续前仆后继，永不息止。加入人民的意志，愿皇帝不生意相信，宣告这明日的荣耀，我们的明天。永远无法抹去。